这么久，你终于知道要找我啦。对不起啦，最近真的比较忙。是真的吗？还是你在躲我？就有大海不是说你老公跟……好啦，我就知道你受影响了。轩恩，不要被无中生有的八卦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好吗？嗯。哎呀，好啦，不提这件事了，业障业障。走，我们去逛街再吃饭。还是我们先吃饭再逛街好了。你想吃什么？中式、西式的还是法式的？不知道，觉得这些餐厅是好腻。最近特别想吃家常菜，觉得餐厅做了少一点什么味道。少了妈妈的味道。对，就是妈妈的味道。那还不简单？你来我家吃饭呢？真的吗？我妈做菜超好吃的。可是会不会太打扰了？不会不会，来，我立刻联络我妈。喂，妈，我跟你说，我等一下会带一位朋友回去吃饭。嗯，欢迎来我老家。我跟你说，你是我第一个来我老家的好朋友。真是打扰了啦。不会，我们老家虽然旧了点，但是还是很温馨的。真的吗？我真的很荣幸哎。妈，我带朋友回来了。哦，回来啦。哎呀，你好，你好，阿姨你好，这是一点小心意。哎呀，这么客气。妈，他叫轩恩啊，轩恩啊，哎，坐坐坐坐，哎，坐坐坐，谢谢。轩恩，你该不会是听尤大海讲关山跟轩恩外遇那件事吧？那是造谣。哎，小云啊，妈刚在缝衣服的时候。老花眼看不清楚，来来来，你进来帮我，一定要现在嘛，现在快。哎，那学生你先坐一下啊，当自己家别客气哦。好，妈，你要缝的东西在哪？我问你哦，那个轩恩是不是就是上一次小童说的那个跟你的关山有暧昧关系的女人？关山如果真的有劈腿外遇，老天也会让我知道的。可是现在都没有证据啊，我们干嘛要怀疑？怀疑会生心病的。而且关山他不是都把财产转到我名下了，他也做给大家看了，你不是也都知道？我知道，可是我……妈，你叫我进来就是要问这些啊。嗯，我们家破产以后，所有的朋友都在看我笑话，轩恩是唯一一个不离不弃的。嗯，那好吧，那我等一下就多煮几道菜来招待他。嗯，妈最好了。嗯，来，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喝杯水吧。谢谢。哎，是谁呀？我去开门。嗯。老公，阿妮啊，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传讯息给我说你要回家吃饭吗？我就过来了。啊，你看谁来了？轩恩。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看你们感情这么好，真的很替你们开心。谢谢。哎，小云，既然老公来了，我就先走，不打扰了。哎，轩恩，坐下。什么先走不打扰？你还在为上次那件事情尴尬，对不对？上次那件事就别提了吧。你不是想吃家常菜吗？你看我妈都在厨房为你做菜，你就留下来吃饭吧。老公，嗯，你手怎么这么冰啊？有吗？对啊，是不是着凉了？去喝杯热水好不好？哦，好好。妈在厨房。哦，哎，妈，我来了。妈，你来了。其实我自己。也不想失去像你这样子的好姐妹，是不是？要珍惜嘛，我们都珍惜。嗯。小云，差不多了，你来帮忙准备一些碗筷。好啊，好。阿姨，我想要帮忙，我想学几道有妈妈味的家常菜。哎呀，不要啦，你是客人。没有啊，我真的想学，拜托阿姨教我。你走吧。哎呀，不要啦。走啦，拜托。真的很想学嘛。好，来来来。老公，嗯，你今天怎么啦？身体硬邦邦的，手脚冰冷，是不是？有吗？有啊，是不是受寒了？哦，
可能有点累，帮你按摩。哦，坐着。哎呀，谢谢啊你。真的，肩膀超硬的。哦，真的吗？辛苦喽。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有，很好。来，老公，来吃吧。谢谢哈尼。妈，吃吧。来，阿姨。哎呦，这么客气。谢谢阿姨今天教我做那么多家常菜，能吃到那么有妈妈味的菜，真好开心哦。你有天分。真的吗？谢谢。小鱼，我真的太羡慕你了，有一个这么会做菜的妈妈，还有一个这么爱你的老公。我命好啊，而且我也珍惜爱我的人。好了，那不要聊了，赶紧吃啦！啊，赶紧吃。哎，赵先生，哎，你那么会做菜，帮我点评一下。那怎么好意思？妈做的菜比较好吃，妈来点评就可以了。赶紧吃，不要再聊了哈。哎，妈，今天有鱼啊。嗯，来，小鱼想跟家里借一下洗手间。洗手间这边，来，我帮你开灯。这鱼好吃，看起来很新鲜呢。对，红红吗？这样够有压力吧？嗯，老公再压加一个给你吧。嗯，来看。你还好吗？我还好，没有，那个公司的事情很烦，明天再处理就好。辛苦了，这么忙啊？要不要喝热汤啊？好，等一下帮你啊。轩，你还好吗？啊，我好了，我要出来了。赶紧吃啊！花生好吃。